心怎么交乎你，感受着真甜蜜，阮心内早就最好准备。望你来疼惜，互相扶持，感受幸福。你拄只不是搁咧鼓励政权来保持正能量？啊，你即马哪会搁咧吐大亏啊？我是无想要伊看到我咧艰苦。哎，遮尔啊少年，就得着这款病，啊，你嘛知影讲，伊甲我关心的小弟治疗，真好遮尔共款。拄只看到伊倒伫咧遐。看了就感觉我就不敢的。阿姨，争取到有你的支持跟鼓励，伊才会当有信心继续对抗病魔。你别想烦恼啦，我相信哦，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啊，希望是安尼啦。哎，无你无用你的，我家己来转路啊。好啊，那我先来挂报告。好，我先行。你现在抽血，你跟郑总说血型配对的行。你哪知啊？哦，陈工跟我讲的。哦，是啦，我本来是要来做比对，啊，不过就亲情哦，我毛囊开刀，啊，就无法度捐骨髓，歹势，无法度跟恁斗相共。你慢点讲啊，你回来哦，我得先感谢你啊。啊，给这些人来做配对，郑军嘛给一份活落去的机会。不管啦，我拢肯定结婚去。哎，老总裁，你千万唔通你讲啦。啊，我跟林郑军哦，本来就是有缘分的。看到伊，特别是敢那看到我家己的小弟咁款，哎，伊真了少年。就得到这款病，偏偏我就跟较早同款。当初我无多救我的小弟治疗，今嘛嘛同款，我都救郑群。你莫安尼想啦，我相信治疗，别怪你啊。我也能感受到你对治疗思念和感情，所以我相信治疗，我们也别怪你，绝对感谢你对关心。多谢你安慰，我嘛是要你讲，实在我无法度跟你斗相共，先来走。我是治疗，我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治疗。是的，我今嘛我不愿跟你相见，阿母你对我的关心和付出，我永远放在心肝内，也永远感谢你。你永远拢是我上爱的子啊！你去检验中心看报告，结果呢？因讲啊，伊有通知各大医院的骨髓资料库啊。嗯。啊，主动做配对的志愿者啊，的数量也是够有限啦。啊，本来我阁想讲啊，秋芳阿姨过来，会加减有机会。啊，不过想讲伊呾做手术了，伊无法度管啦。不过我就联系咩咧，阁叫嘉纯啊，阁嘉玉英哦，嘛来做配对啦。好了，阿金妈，能搞提供呗。总裁，阿告诉讲，嘉纯的比对那是个宝贵，阿你干嘛要让卢平妈妈来试看卖？毕竟哦，伊是我囝嘞，成功的机会啊是上大个啦。
就要怎样？安哥淑君，我可能怀疑。我知影总经理啊，对郑琼养育之恩，也占有欲嘛就够的。伊当然嘛未有郑琼有机会甲伊亲亲妈妈相认啊。啊，不过郑琼即摆性命是危在旦夕呢，都参像甲时间赛跑是共款的。敢讲总经理，甘愿摕郑琼的性命来冒险，我嘛爱给伊一个继续活落去的机会啊。陈工，你讲我拢知影，啊，淑君嘛拢知影。阿婆，你了解伊的个性，伊若做决定啊，都无可能改变啊。连我，拢无得甲靠讲。咱即马就等啊，等时间，是不是能改变伊的想法？好嘞，咱两块挣钱啊。总经理，经过客户回馈以后，顶边的六点钟澎湖海鲜直送，有五颗星的好评，消费者非常满意。嗯，不过我老快点啊。对啦，我听阮朋友讲，最近伫网络上有看到一个什么福袋抽奖，叫做什么惊喜福袋，甲咱公司咧办的抽乐足像的，这你敢知？确实有这件代志，你过来看麦。是。不管是视觉文案，还是城市设计，甚至是商标，我跟咱公司就行了。这什么外国公司啊？千禧福袋，听拢无听过啦。其实咱公司已经有伫做这间公司的负责人，嘛联络法务，可能会对伊做出提告。不是可能，是一定爱甲告。拢什么时代啊？搁敢随便侵权？我一定要给一个架势。不管咱啊。你一定要找出这条资料。是，我会。阿哥，要告哦，要告比较大条的，顺便叫汽圈哦发假新闻。我知道，我马上去办。范总经理，你好。曾经理，坐啦。坐。哦，阮计划部的人员哦，才拄啊出去，你得马上无缝接轨。你是被我摇一个哦。能者多劳啊！先叫潘总经理，看你要有能力。我上大的能力，你得爱被见识过。想讲我被见识过，你上大的能力，就是你的工课的能力。你当个天星平台经营了遐尔好，我真正就佩服的。你这句话哦，我喜欢。而且这届哦，伫合作的表现，你嘛做甲袂歹。所以潘总经理的意思是，你认同我的能力。你确实是一个真好的合作对象，这次哦替阮天星平台缔造真好的成绩，我真满意。多谢你的肯定。不过我听讲，这摆差一点点啊，就未赴教会啊，是无？临时的状况是上歹掌握的，啊，不过既然也拄到啊，得赶紧解决啦。应该是表现出真好的应变能力，有这么好的合作对象，我若是搁无甲你签约，就讲袂过啊。这是正式的合约，你得回去跟公司讨论看看，看咱什么时阵正式签约。多谢潘总经理做出上正确的决定，我相信以后咱合作一定当真顺利。我就期待。对啦，我今日嘛有摕一寡资料要来给你看，是阮杨氏物流会当提供给你的资源。惊喜福袋，曾经理，你也买这个福袋？这不是我买的啦，是我妈妈买的。还是讲，伊奶奶在我的包包内底。听讲这个福袋卖甲真好哦。这活动是阮前翁做的啦，我妈妈想讲要甲捧场，所以我买几个回来。其实我认为福袋抽的是运气，但不过人生哦，袂当干那靠运气，是爱靠实力的，你讲对吗？前翁。你是讲刘佳雅？是啊。我有看过伊的新闻，甲李文珍哦，不乖就老了。后来伊就离开央视物流啊，所以即马是家己走出来开公司创业啊。
拍摄啊，伊的代志我们是真了解。潘总经理，这资料你会当看卖，若是有啥物想法，你随时会当跟我讲。好，我会转告。来了，我先来。这份合约我会提当去看下详细，若有啥物代志，我嘛会找你讨论。陈经理，这么快紧走，咱都还袂好好啊培养感情。你放心嘛，只要咱签约，以后还阁有真长的时间来好好培养。我知，你这是咧放长线钓大鱼哦。我先来。我已经知影这个金氏福袋负责人是甚物人啊！你赶紧去通知法务，收证提告，咱来好好啊处理一下智慧财产权的问题。陈爷，那么在我以后是不是还有机会，会当好好与我爸干嘛？我来就三百亿啊！以后一切都不会到你啊！你一定袂有代志的。若无你这个哥哥，我的人生就袂完整了。自细汉到大汉，都是你在 cover 我。若无你，我是要安怎？就算你无我，你跟我都活得真好啊！你头壳这么好着，像想这么厉害，双主修呢，毕业了搁再去念那心理研究所。那是因为妈不爱让我出去跟朋友佚佗啊，所以我才秘伫厝内底。啊对啊，哥，法务部邀请我去监狱内面演讲，爱我用犯罪心理学做出发，对受刑人做一个专题演讲哦。哦，啊是讲，去内底啦，根本对这专题有兴趣哦。我有把握，一点讲了真好，你放心。我对你的专业当然真有信心啊，啊是讲哦，家己去哦，来个设计哦。好。妈。妈。子君，你爸倒会枵未？我提茶转来，不哩啉者。好。妈，我拄只有切足侪水果予哥食的。你感觉今日安怎？啊，医生有替你来看过无？妈，我听正英讲啊，你当无啥食，也无啥困哦。你这么安尼，我哪有可能在落困得起啊？是的啊，因为我破病啊，互你这么疼，这么辛苦，我这做好事，真绝对互你真值得。你若是知影你着折磨我，你着赶紧好起来啊！是的啊，我伫讲家己讲啊，我一定要突破这个难关。不过这个，我真正淡薄紧张啊，讲袂烦恼啊，是骗人的。哥，伫阮的面头前，你就变安尼加最坚强啊！我甲阮妈、阁爸、阁于飞，拢是你的靠山。就因为啊，你拢是我上爱的人啊。所以每一天暗时要睡的时阵啊，我目睭若是起起，我就想着讲，我唔知明仔看到精神啊。假使若是无多，不过真侪话，就要对恁讲，我真侪代志啊，也袂甲恁做伙去做啊。想袂到我心态为难，搁遮尔啊侪。郑权，天公伯哦，安排是你做我的囡仔，一定有伊的用意啊！妈妈一定想尽办法，让你活落去。妈，我生的时阵，对我特别照顾啊，真哩辛苦着。今仔我大汉了，照你讲，应该是我好好养好你。
想要甲我是好你啊，真尔辛苦，安尼拖你袂。你破病，嘛不是你甘愿的啊。迄上痛苦、上辛苦的人是你。你唔免伫我面头前假坚强啊！我知影，你无希望我伤心啦。妈，你甲哥拢是我看过上坚强的人。是的啦，我即摆无法度捐赠骨髓给哥。你莫安尼讲啦，细汉的时阵哦，我拢把注意力放伫恁哥身上。其实在我心目中，你都是我心肝宝贝。妈，做阿生的时阵啊，伊对我要求都真严格啊。我知影，我是红毯接班人，所以我对这每一个员工都负起责任。你们才要求我做一个对起家己的有责任。我等等了。你知影我的用心吗？我一切辛苦拢有价值啊。虽然你啊，一直感谢我等乱来，好去个离家出走啊。不过我知影，在这世界。你是最爱我的，妈，我真正就想要好好养好你，我嘛想要做一个甲爸同款杰出的企业家，因为我想要让你知影，你甲我一个后生，再不了就好。正确。你伫我的心目中，一直是最好的。细汉的时阵，我摕你的分数甲别人比，你考一个分数，我嘛会安尼要求计较。不过我即马知影，啥物代志拢比袂过你的健康。我只希望你健康，安尼哦，我这个做妈妈的，要牺牲一切，我拢甘愿啊。妈，我不愿你牺牲，我想要你看到你是这么水、这么气质的妈妈，所以我拜托你啊，别再为了我艰苦流目屎。我卖讲安尼唔吃唔困啊，好不好？你安尼话感觉就不好呢，拜托你。好了，郑军，你伫我心目中啊，早已经是一百分啦。我嘛有真侪代志爱甲你做伙完成呢。对啦，你有讲。你要带我去环岛？是啊，我想要带咱全家伙啊去环岛旅行。好啊，查甫囝，讲会到就要做会到。那呢，你得要赶紧好起来，我咪来想尽办法，好你活落去。哥，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哦，咱用手好啊。对啊，咱一定要做伙度过这个难关。一定爱哦。嗯。哎，陈博士，我是淑娟啊。你伫日本敢有替我问到会当复合的人？啊，安尼哦。啊，无你搁替我找看卖啦。那安尼，阮郑群就无救安尼。不要紧啦，我先等恁总经理电话讲煞，先去报警。是。郑群要报警啊？
敢是后生血染要行起来？王书记，什么事叫你吃的？啊？啊，我。哦。哦，我跟你保持联络。我是来送资料的啦，是你秘书哦，带我入来。啊，拄则哦，看到吴总今日讲电话，惊起也插着，毋则想讲等伊电话讲煞，我才入来。啊，伊拄讲啥，我拢无听着啦。吴总经理啊，看你面色无啥好呢，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你甲资料讲的就好。我有重要代志要甲阮翁讲。是甚物重要代志啊？啊，敢有需要我斗三工的所在？你尽量讲啊。江总经理，你敢咧对阮洪庭代志出热心的哦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洪庭即下嘛是阮游戏集团的股东啊，嘛算是阮的一份子。啊，洪庭杨氏一家亲，啊，大家拢一家伙啊，啊，互相关心嘛是应该的啦。好啦，你当离开啊。啊，好啦，那你我先来。日本甲英国迄边拢找无，真准要安怎 ？OK， 一定有机会哈。你敢知影？拄只郑军一直甲我回信嘞，一直甲我忏悔，伊从来毋捌安尼呢。是毋是知影伊活袂久啊？伊亲像要甲我告白同款。你莫了白想啦。你感謝你也是應該的，啊？我實在就怕，我怕爭取就這樣走了呢。爭取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時間，只要提供給，可以讓爭取多一些時間，我們就可以找更多人來比對，啊？啊，對了。我有位朋友遐闻到一个偏方啊，伊的亲戚讲，伊就是食这个偏方，血压治疗好的。咱就没有西医的治疗啊，你敢相信这？我即马啥物方法我都爱试啊。你明明知影，唯一希望，就是用在你身躯顶。你无爱去试看卖，无爱求伊斗相共，你敢要相信这？你无了解。心情啊！我若不是尊重你是正确的妈妈，我早就去找尤夫人斗相共啊！你袂去啊！你去，我爱跟你拼命啊！我即马甲你问你一句话，你敢有想要让正确活落去？你哪安尼问我？在这个世间，我上无希望看到正确受伤、受到艰苦、受到折磨。是因的，我甘愿用我的性命甲伊换。郑群是你饲养大汉的，你对伊付出，郑群比啥物人搁较了解，无人抢得去。你根本就无需要烦恼遐济。淑娟，咱来找杨夫人斗相共，好不好？找伊斗相共。嘛，无一定会成功啊！亲人比对嘛，不是百分之百的。阿母，你起码是唯一的机会啊！伊想要去找如萍做骨髓比对，那真正参像伊讲的，虽然伊母仔起来烧钱，那那邱如萍都那是大富人。伊阁是洪腾集团未来接班人的亲生妈妈，伊的口才这么强，以后我田永个敢要阁有地位啊？三伯，你绝对唔知影哦，我去听到啥？不管你去听到啥，我拢无想要知影。你真正无想要知影？
若是甲你的乳品有关系代志，你也无想要知？有反应啊吼！哎，我这个太太哦，是做了够可怜的，竟然还叫别个查某的名，我的翁婿才肯抬头给我看一下。哎，你到底是要讲啊，唔讲啊？讲遐尼侪忽悠的啊，哈！我拄仔去红藤哦，听到罗振群今物特别死啊！敢是因为伊的血癌？无唔对啦，而且重要的是哦，罗总裁甲伊太太竟然要找如萍做骨髓比对呢！啊，照你安尼讲，罗俊嘛已经知影，振群就是明阳。听起来是已经知影啦。既然罗俊知影，郑群是如萍的后生，严格奈拢毋捌听伊提起这件代志啊。你看起来，伊的地位应该是到吴淑娟同款啦，啊。三太，那真正给如萍哦去做迄比对，万一那比对成功，伊就爱捐迄骨髓给罗郑群，安尼因母仔都有机会收进来呢。而且这如萍哦，常常拢在讲。伊活落来唯一希望哦，就是要找到明阳。万一若真正相认哦，这如萍一定搬去甲伊住。啊，伊就是干那想要甲伊亲戚在大做伙啊。因母仔要相认哦，我是无反对啦。啊，啊，不过这罗振群哦，实在甲陈志勇一模一样，我就感觉袂输我翘翘去咁快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唔甘你这么疼惜如萍，佫要互伊让予别人啦。如萍是我的太太，除非我同意跟她离婚，无任何人会当改为我的身躯被娶走。啊，我嘛是安尼想啊。我无可能和如萍去做骨髓比对，而且伊的身体啊，家己嘛无好啦，我袂当回去冒这个险。我知影你真疼惜如萍，啥物代志拢为伊设想。也毋过，如萍若知影罗振群是伊亲生后生，伊迄种小囝的程度，一定会随走去病院，甲伊做迄骨髓比对。因为即马伫咧如萍的心肝内哦，振群早著甲陈志勇共款重要啊。绝对袂当让如萍知影这代志。问题是，如萍已经是大人了。会当伫咧外口爬爬走，我若无办法断绝伊对我一切联络啊，除非……对啥？咱会当甲如萍送去罗总裁伊找袂着的所在，那恁就算伊接到消息咯，嘛无法度离开啊。小辉要是卖为得到任何消息，若无照如萍的个性啊，一定会想尽办法，是要去救罗振群啊。你回来啊？是啊，我出去买一挂画图的材料回来啦。爸一直操控买画图啦。啊，对了，朱萍，那黄大姐啊，打电话给我啦，伊讲啊，想要邀请你甲爸去迄山顶的别庄啊，住几天啦。黄大姐、啊，你之前画图唔是一概会学的，咱滴爸即马对画图啊，真有兴趣啦。你甲爸，敢毋想要去伊遐住一阵嘛？哎，对啦，何苦伊说哦去学画图，哦不一定出名呢。有真侪名画家拢安尼小小点点啊，不一定自从起笑了哦，会变成个天才画家。哎，蒋慧君啊，是要让因去遐修养、调养身体，你是讲会倒去啊？好啦，阿辉弟，我嘛足久无看到黄大姐啊。那呢啊，你去准备一挂简单的行李啊，我叫司机载恁过去。好，啊，我先起来。
你家庭有清楚啊？明仔载敢若是来演讲的时阵，唔管发生啥物代志，恁全部拢甲配合有听到无？是是是。别啊，这边我来我都出去，你讲好就好。多谢大。有哥，安尼刚好，演讲的时阵人这么多啊，那出啥代志是要安怎？你即马是咧讲啥啦？恁爸嫌弃遐尼重着，我都无甲去找出路，讲过要点只怪甲头毛吹就白啊。哎，有哥，有人诶。 别乱了啦，即个哪会搞呢？规工拢是看册，就是写素质啊，根本嘛无反应啊。大律师，我讲对吧？哎呀，册吼读到遐尼啊悬，即马呢嘛是踮咧教务内底咧做律师。会记啊哈，唔管你听到什么款的话。 你的诉状我替你写好啊，重新上诉对你来讲也是真有利。实在是真感谢你，我若这份房租金，我一定想办法还你律师费。免啦，免花钱啊。其实哦，我早点不是律师啊，今麦有当趁这个机会发挥所长，共别人斗相共。安尼我就真满足啊。祝你上诉成功。我嘛祝你假释成功，卡早出去，重新做人。 多谢，再来。各位，今仔日咱五人姓的邀请到杜一美国回来，同时也是南加州大学音乐系、幼儿系、心理系的硕士罗振宇小姐，大家拍拍欢迎。林院长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振宇，头一摆见面。 大家用笑容甲我欢迎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我知影每一位拢有家己的故事，才会失去自由来到这个所在。唔好千万唔好感觉绝望。有一句话讲，只要活着，就有希望。人生嘛虽然伫遮，啊，不过只要好好活落去，就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大家桌顶应该拢有一张纸，这纸的顶端有一个黑点，虽然唔是空白的。 要唔过，还是会当创造美好。歹势吼，还是变哪做啊？要保持希望。在恁上痛苦的时阵，就想迄个出去上想要见到迄个人。迄个人可能是你的爸母、家人，也是你的爱人。即马，就特别甲话来。啊，还阁做功课呢？我相信，在你心内迄个人的心目中，你也是原来迄个你。 尤其是咱的爸母。
在因的心目中，就算咱已经七老八老啊，咱也是拄出世迄个模样。身躯拍几条罪啊！我若是去自首，爱互人关真久，到时阵出来，我头毛就准备啊！我无可能去还关。妈，是的啦，我绝对袂过你为着我失望，为着我伤心啊！多谢卢小姐的分享，啊，阮园艺班有请准备请酒要敬的花送予你。哦，多谢。这边。这位小姐，哦，这独白的哦，就是耶。哇，多谢你。拍者拍者，跟你切龙辣烧啊。不紧啦，等姐去洗手间清洁的吼。好。多谢。哇，就是就胖安，谢谢。家规家怪啦，今天我挡袂住啦，挡袂，拜托你啦，行行行行行。不谢你，今天分享足精彩。无啦，我只不过是唤醒您沉睡的善良本性。等于讲拍摄，我也未洗手。那呢，我带你去洗手间。唔免啦，这里无用，我家己来就好。我出声，慢点走。快快点，别离我。走了，带去警察所在。走，大哥，你敢要考虑清楚？别点啰嗦，走就对我啦。原来这摆是恁的打扫时间了，那恁应该去管理犯人啊，别跑去停车场啦。走啦！我爸爸，你是夸张啦，少年头个啦，无你代志。走，啊，走啦！走，你个点鱼啊？走。大哥，紧把我放开，那个执迷不悟啊！你自己有讲过呢，我还有希望。你带我出去，我留你一条命。原来你有认真听我演讲哦，我真正足感动的呢。那呢，你敢有噶？你想要见迄个人回来？迄个人是你妈妈，还是你母，还是你囡仔？哼，阮母才带阮囝吼，得人走。啊，阮妈妈，我无咧免记。你即马肯定是要牺牲个心嘛？你若即摆就出去吼，你就一世人无勇气去找你妈妈。啊，若是即摆失败，你的心气阁会加较重呢。你妈看起来应该嘛有悔了吼。啊，阿姨敢有这个命等你出去？你阿点去啊？我未失败。我是好心甲你提醒呢，你安尼甲我阿就想要闯关，监狱的大门门禁森严。我拄才入来的时阵，嘛去互人门外门足久的。你若是坐我的车出去，一定互人抓落来啦。这个别烦恼啦，回电了吼。我绝对有法度为这家门口走出去就对我啦。安尼一定会有警匪斗智的场面对吧？我真正足期待的呢。哎！你滚！哎！放开！小杂毛！你滚！干啥跑你？给我放开！小杂毛你！六哥，你紧把伊放开啦！你走袂去啊！你安尼做吼，敢若有通关较久？你怎么一日讲啥？我都跟你讲过了，你假死的人哦，莫管这个事。
你刚才你拄则安尼做，真足危险的。要做代志，先想好清楚啦。我知影我咧创啥，我家己就会当脱身啦，唔免你斗相共。你伫甲我看，是无欢喜哦？是的啦，是我想过计无。李天王，今日大哦，嘛拢无希望发生这款代志。啊，严格讲起来哦，嘛不是阮家有传播的责任嘛，要唔过伫道义上，阮愿意负责。这是我淡薄仔心意，希望你会当收来，阿莫甲阮家人计较，咱就尽量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希望你的身体哦，赶紧好起来。伊咧讲话哦，较有照理有伫咧讲啦，啊，搁再讲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嘛无啥咧计较啦。我这回来，我是想讲哦，讲一寡互恁家也了解一下，啊，啊妹啊，想袂到讲伊态度遐尼啊硬啊，我唔才起兄弟讲袂外过。歹势啦，歹势啦，到阮家窑较冲动啊！李丁，你收起来啦。啊，就是阵啊，阮家窑拄有真侪代志，去影响到伊的心情。啊，你代志有代量，莫甲伊计较啦，吼。看你的面子啦，既然代志我着准拄煞，哦，啊，甲恁家窑小讲，伊性地小改。会啦会啦，我一定会考卷啦。李丁，收起来啦吼。爸，你今麦写作？无啦，我创啥？啊，无我先来走。你搞懂诶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几落摆啊？龙爷人是李慧红，李慧红。你若是要赔偿，你来去找伊讨啊！你写作要找阮讨啦。加油，莫安尼啦。免钱啦，咱根本都无这个义务赔这条钱。听我。你即马是要安怎啊？你爱感念着你这老母替你提钱出来，伫咧处理工课呢啊？还无敢讲啊啦？你要上法院是无？上法院就上法院啊！我甘愿上法院，我嘛无可能赔钱乎你。哼，搁再讲啊，遐钱拢是我妈辛辛苦苦赚，我更加无可能乎你。你一还我，莫安尼啦！还我，臭小子！你莫乱走，你一口都还我！莫安尼，听无啊？妈。到底是咧创啥啊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！我叫你莫替我赔这条钱，你是安怎敢要给伊？你为虾米要让遐无讲道理的人甲你食死死？我甲你讲，我根本就毋惊惊法院，我顶多希望上法院，希望法官甲伊假死啊！就准讲法官判你后果安怎啊？这活动本来就是你办的。咱本来就爱让这个人感觉合情搁合理，因就是感觉有问题，唔今日唔才走来出去乱。妈，我所做的一切拢是合法的，而且我告请你说公正，是倒位咧有问题。虽然讲这一切拢是合法的，也毋过伫咧人情上都讲袂过嘛。敢那飞福袋遐个人，
拢是咱的老厝边，咱的老朋友，那是因为相信你，相信我，伊今日才会提钱出来买烟的。就算我今日讲的搁较有理，啊，不过伫个人生中都无法度讲嘛。你敢一定喊人死脑筋？妈，我是咧做生意，唔是咧做人情，搁再讲我嘛赚无虾米钱，卡出大家拢是像伊安尼，买着物件就要反悔。啊，抽到奖品，奖品出不得，爱我负责。我是免怎做生意，我是免怎赚啊？当初你讲迄大奖，迄奥特曼是开十万块买，哪里我问你，你敢真正有开十万块去买迄台奥特曼？哪里讲有足侪厂商，伊拢无可能用市面上的介绍去买奖品。你即摆硬要做甲赢就对啊，哈！刘嘉瑶挂号，有我挂号啊？敢是刘嘉瑶本人？我就是本人。对啦，这是我身份证。纯正信函，纯正信函，来宾写啥哈？用天星平台啊。要给我侵权啊！啊，讲我办的这福袋活动有抄袭你。你哪安尼啦？啊，你跟这个平台有啥物关系啊？这天星平台应该是新中集团的啊，我跟伊根本就无啥物关系嘛，无啥物交叉，伊想做要告我，迄真正够奇怪，我真正当咧衰啊，就对啊，真正是莫名其妙，这嘛是安怎？大家哦，我当作是过街老鼠，大家拢要搞欺负就对啊。好啦，你莫这样生气，莫让你冲动，你嘛较冷静啊。我是要哪冷静啊？真正愈想愈气，伊只要够超过面子，我即马就要找恁有啦。加油，你回来啦，加油！而且我嘛有评估过啊，天星平台平均退货率有5%。因为哦，阮娘是物流给你的费用已经征收啊，是不是会当伫退换货的部分，恁会当给补贴一寡？阮天星平常时的出货量就大，而且阮人给恁的配嘛袂少呢，这是概念成本的问题。我讲这点要修改。这我了解啦，啊，大家拢希望会当维护家己公司的利润嘛。无安尼啦，潘总经理，咱各退一步，啊，退换货的部分，你喜欢怎？潘经理。你这摆什么意思？你给我出来，潘伟烈！先生，这是阮办公的所在，请你莫伫遮大细声。安怎？大公司做了不起的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要找伊，这摆伫倒，你叫伊出来，潘伟烈，你出来！先生，别生气。你闪啦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莫再要插手我，我跟你讲。哦，刘嘉瑶，你哪伫遮？我这要问你，你哪伫遮？总经理，是嘞，我头拄仔定甲伊做动啊。阿健啊，你先出去。我想要看卖伊想要讲啥。刘嘉瑶，啥物代志？大驾光临。这是啥物意思啊？这叫做纯正信函。你唔捌你哦，废话哦！我即摆是咧问你，天星是安怎要跟我福袋活动侵权？我是等于咧侵权啊！有目睭的人拢看得出，你已经侵犯到阮的智慧财产权啊！不管是活动页面，甚至是抽奖的程式嘛，拢跟阮公司做的足像的，这毋是抄袭是啥物啊？笑死啦！亲像这种福袋活动伫网络顶面哦，共款的足侪啊，一堆啦！你搞程序个专利？你凭什么讲这城市设计是你天星设计出来？搁再讲啊，我是城市设计师，亲像就这样你要干那设计，我目睭开开，但是设计出无同款呢。我根本就无必要用恁天星的设计啊。潘总经理，你要给我加油侵权哦。是啊，像叫伊做的网页跟阮公司咧办的活动一模一样啊。潘伟，你是不是在坑我之前动手拍你，
所以才会趁这个机会爆料千万对无？对哦，你无讲拢袂记啊。就当初哦，咱竟然为着李文珍这个小查某相拍，真正是哦往事不堪回首。你咪当面甲我讲个一寡五四三，你是不是要利用这个代志甲我爆料对无？刘佳雅，你真的是误会啊！我一开始真正唔知影这个活动是你做的。阮公司的人哦，搁咧查讲哦，到底是虾米人哦，会做出这种无水准的物件？是我拄仔好看到曾经理的福袋兑换券，我才知影原来是你。这就叫做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人帅自有天帮。你写作被搞错了。佳雅。这只是你写到到这，敢来帮我耍？你求求我，无论话话要跟我讲，就准说。你妈竟然还敢带你娘来阮家找我，啊！我赔偿医药费。你敢知影我妈因为带乱着厝边头尾的钱分，所以全部拢甲吞落来。想袂到你即摆还要去继续报我，你看我潘伟仁这个笨神，要来跟我侵权，你到底要给我逼到什么时候，你才会甘愿啊？敢讲你还看去跳完你才欢喜哦？我无迄个意思。无你是啥物意思？你即摆就是要给我逼死就对啊！尤其是你爸妈，我现在跟因作现实嘞。当初是咱两口子在好的时候，伊就一直跟阮爸讲，即摆是安怎？出代志了，装疯啊，贱人杀了阮家，我看你爸母根本就是老翻天啊！刘佳雅，讲话就讲话哦，别侮辱我爸妈。迄都是你逼我的。曾经理，我看你这个情况哦，一点啊反悔的意思拢无，敢那面恁倒的啦。我看安尼啦，我就替你出一口气。这个侵权赔偿，我就给他要求1000万，好不？1000万，潘总经理。不，你免跟我说多谢。其实我最了解你的心情诶。我潘伟仁啊，虽然玩世不恭，不过我至少知影爱尊重士大人，绝对袂凊凊彩彩就去问候别人的爸母。亲像伊安尼，开嘴合嘴就伫遐乌白讲，我实在看袂过来，应该会给一寡教示才对。你凭什么要我赔1000万？我跟你讲，我1000万都不可能给你啊！爱赔偌济哦，就交法官去判。爱过是一定会过的，你得好好地出来当团评。谁在你啦？要过就来过，想个想啊！潘总经理，你敢真正要过刘佳瑶啊？是啊，你不要看我这个人哦。平常时讲话散散，其实哦，我是非常认真的人。我只是希望潘总经理莫因为私人的恩怨，就做出这款决定啊。安怎？你想要替伊讲钱吗？真是，你爸当嘛想看吧？我当初应该带你做某的。我不是替伊求情啊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其实拄只刘佳瑶讲的真有道理，嘛拢是事实。沙尘室对伊来讲。真正不是遐尔困难的代志，伊根本就无必要去侵权，也是抄袭。我是安尼讲啦，然后呢，活动的内容跟页面的设计，其实智慧财产权的关系真歹爬，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创意，不管是内容也是页面设计，拢真歹认定像是抄袭者啊。而且若真正就换伊啊，天星平台嘛无一定有影面。搁再讲啊。这1000万对阮家的市井小民来讲，根本就是天文数字。若是时搞新闻闹大，大家认为新中集团以大欺小，这对你的企业形象嘛无帮助啊。真的是，刘佳瑶，真你对不起你。我本来想讲，替你出一口气。你一定会感谢我，想不到你竟然讲一堆道理来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？感情是感情啊，但不过今天你讲的是刘佳瑶的专业，以我对伊的了解，伊写程式的能力真正无需要去抄袭，所以我无希望伊受到冤枉。你真正做善良的，当初你带我去看书的时阵。我不应该对你做出一件代志，拍摄。哎呀，我哪会讲到这来啦？好啦，你讲的一切，包括合约内容，我拢会好好考虑。不过，我也是认为亲像刘佳瑶这款无路的查甫人，应该受到教训。
不管你最后做什么决定，我敢来当尊重你。啊对了，我等一下开会，无咱今日就讨论到这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我先来。罗小姐，请用茶。坐下。罗小姐，真正做实的。我也陪你做伙吼，去洗手间才对啦。哇，想袂到竟然有人站在内面，拢是我的疏忽啦。不要紧啦，向龙唔知影发生这款代志啊。啊，不过迄个甲我叫的受刑人，伊周东对方的逃亡计划，敢会去乱修理？我听讲伊得要假释出院呢，我真正无希望伊受到牵连。袂啦，写字你的1995哦，一定往上一关禁闭啊。哦。就算出来，伊要买换房间。所以哦，5288是非常安全的。5288，我爱爸爸。那呢，我想要甲感谢，要安怎甲讲咧？我会甲你对伊的感谢哦，讲给5288知影。多谢。啊，典狱长，无我先来。我送你出来啊。多谢。来。恁啊，靠分手机。若阁忏悔进平，吼、哦，还是想空想方做一挂无规矩的代志，我都予恁像1995安尼关禁闭，知影无？是，知啦，知啦。边仔坐好。一定哦，是迄个点子字做尿白啊！我这世人上万分的哦，这是尿白啊！哦，我就去来呀来呀！对，尿白啊！别冲啊！无啊，哪有冲啊？我惊伊感冒啦，该盖棉被啊。加贵加怪，较安稳嘞，坐好。是。安尼，我交代的你拢清楚啊？怎啊清楚啊？哎，拢穿好啊？啊，是啊。啊，小皮啊，你若是去山顶啊，有需要什么物件，直接打电话啊，给小赖叫去买就好啊，我拢交代好势啊。啊啊啊！是讲我叫你准备简单的行李，安尼敢袂伤少？虽然讲啊是去几工啊尔，也毋过啊，迄山顶的寒，你甲爸爱穿较少咧啊。你安尼衫阁毋够？最近天气无遐冷啊啦，早食都有够啦。哎，如萍啊，那山顶有好食无？嗯，我著知啊。我专工哦，叫阿凤姐啊去九峰小馆买你上爱食的包啊。我对你遮尼好，你是毋通叫我坏巫婆啊？哦。哦。嘉豪，你心中好的，甲准备遮尼侪包啊！你即摆吼是上水的丑巫婆，上好的坏巫婆呢！哦，嘉豪，嗯，要唔过，我可以几工啊就转来啊，敢有需要穿遮侪遮尼侪食的啊？啊，啊，今日拢买啊，就早来啦，啊，啊是半路讲搁欠啥，是爸想要搁食别项的啊？你直接叫小丽去买就好啊，啊。好。哦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小赖，等下你开个山路较细个啦，安全平安上重要啊。是。三排，阮先来哦。应该去，爱注意安全啊。如萍，行。黄华胜啊。
我真正是受无咧哈，包我准备遐济，你是唔惊如萍伊会怀疑啊？啊，三太，你拢无了解我的苦心咧。迄、那个邱医师哦，即摆食包啊，食到拢叫家己是包公呢。我若无加传一挂，到时阵若食了啊，啊底下吵底下乱，乱到如萍底下带袂掉，啊咱叫人就白了工啊。惠弟啦，即摆当顺利甲如萍上灶啊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店面安尼伫烦恼啊，伊会发现郑群就是名扬啦。嗯，是啥？啊，来请。啊，罗总诶，来来，请坐。杨总裁，真歹势，叫你临时走来。啊，唔知罗总诶找我有啥物指示啊？是安尼啦，我有一挂私人诶代志，想要私底下甲杨总裁参详者。私人的代志，是郑群的代志啦。哦，是这件代志。啊，你放心啦，慧君伊的态度啊，甲咱拢是同款的啦。伊嘛知影如萍就是郑群的亲生妈妈，你有啥物代志，直接讲不要紧啦。那呢，我就直接讲啊啦。郑群的血癌复发啦，而且这个更加严重，伊必须要找到骨髓复合的人，跟做骨髓移植手术。要那无，郑群是无这个时间搁拖落去。所以我来这，我是想要拜托杨总裁，是不是当替我拜托卢平，请伊去。做骨髓比对，那是会当复合，伊是不是会当做骨髓移植手术来救郑群啊？是袂靠郑群，伊的状况会恶化到这么严重啊？啊，这么着急做骨髓移植，是讲真歹势。阮如萍即马人无伫咧台北，伊伫咧山顶休养诶。啊，歹势啦。我叫你高兵陪，走来拜托你，杨总裁，你要跟我斗三工，是不是会当请你请卢平回来，来救郑群啊？嗯，想袂到你有时间冒来求阮的一工哦，这届三太啊，一定会真恶露啊！我做诶，水行空啊！如萍是郑群的亲生妈妈，但可这并不代表啊，因这骨髓比对的一定会成功啊。搁再讲啦，如萍即马嘛是会所啊，身体一直拢真无好啊。我听人讲，这捐骨髓嘛有一定的风险的。我袂当和如萍去做这么危险的代志啊。我已经比对过真侪国家的骨髓资料库啊，就是拢无找到会当复合的人。卢平是我最后的希望啊！你嘛知影，我甲郑群当作是亲生囝同款，你是不是会当体谅我这个心情？你一定甲我斗三工啊！我做伙，我会当体谅你做人妈妈的心情啦。不过我冇这个义务。保护如萍，阮两阿婆最近才失去一个查某囝，如萍逐天为着明月啊，目屎流袂煞，伊的身体已经虚假，无法度去承受任何的打击，所以伊即卖人唔只会伫咧山顶静养啊。阿婆安尼啦，归去甲如萍讲，郑群就是因囝，伊若是知影。伊一定会救郑群的。吴总的，安尼做甘好啊？我嘛无其他的方法啊。
就叫我也失去战群啦。这我不同意。咱拢是做人父母的人，知影天下父母心的道理。如凭伊这么活的唯一的希望，就是想要去找到伊失踪的后生。你即摆若是甲如萍讲，郑群就是名扬，阿爸伊人呢，救袂起来咧。你安尼毋是逼如萍去行绝路？哎，这件代志哦，确实真歹处理啦。若是无拄好，迄郑群甲如萍就去阴间做，我惊呢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吴总诶。你想要救后生哦，嘛爱体谅一下阮三太烦恼如萍的心情啊。啊，无就直接请如萍捐骨髓给郑群就好，以后再来安康郑群是应该的代志。王总呀，你会讲出这款话，敢会想过自私，想过残忍吗？如萍这卖身体啊，已经是真无好啊。若是为着要救一条命，最后两条命都无去，这样呢，敢不是太过冒险啊？不用的，我一定来保护我的太太。这个代志，我绝对袂当答应，请你体谅我。你是不是会当再考虑一下啊？啊，高总诶，无你先回去啊，大家小冷静再讲。好啦。想袂到，迄个吴淑娟慢慢咧哭咧，来求你的一天吼。你总算是做到一件代志啊！伊爹，你只要爱吉哩，绝对袂当让如萍知影，罗正群就是名扬。我知啦。天顶云足多呢，我遐有一蕊，迄一蕊敢咧像油包啊共款，看起来足好食哦。哦，遐还佫一蕊，还佫一蕊，哦，像油大象。哎，手机啊，我，你的手机啊咧？紧嘞。李佳。你要创啥？我要翕起来啊，后摆佫再来看啊，叫伊吼。后摆用个画大象，莫安尼，大概拢画迄龙虾，迄海产类足歹个。我来阁甲伊计白，会见效。爸，啊你啥物时阵遮尼爱翕相个啊？我做学生时阵啊，我迄阵吼爱翕相哦，我爱画图，我嘛会晓唱歌，我阁会晓弹吉他，人讲。我是去学艺考当我的艺术家。我知呀，怎么妈妈嘛袂叫你啊？哼，囡仔，那讲到艺术的诶方面哦，卖阁走，阁查我查真侪，我来好个训练才有。你甲志荣翕相哦？啊，伊当时转来，你拢无甲我讲。这是郑群，不是志荣啦。这相片哦，是伊迄天讲要做我一天的后事，陪我去到乌仔石头的时阵翕的啦。你目睭拢脱汤，拢叫伊骗去，这就是志荣，无唔对啊？你若唔相信，无咱来相处。爸，郑群真正唔是志荣，
啊，哪有人经过遐尼侪年拢袂变老的？哦，恁拢去互骗去啦！我包公呢？我目睭足辣的，我看就知。你若不相信，无咱即马打电话何正群问个清楚就知影，好不？爸，我嘛就想要较好伊的，我惊伊妈妈会无欢喜，所以就敢卡。你唔敢，我卡。我包公呢？我伫办案，我要靠向就靠向哦。伊妈妈哦，卖插伊，嗯。阿姨哦，你好。哎，郑群，我问你哦，你是不是就是志良？你老实讲，你妈呢？假鬼假怪哦，无叫王朝妈给你斩头哦。可以说，我已经讲过真侪届啊，我叫郑群，不是志良啦。嗯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老实讲，莫给我骗了。我想替人讲白菜，你就转。哦，我对天就转，安尼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嗯，那我相信你一次。嗯，王朝马汉，刀下留人。不好意思啦，郑群，我爸爸在生手机啊，阿无说你卡好你，无甲你交了着吼。啊，袂啦，阿你万一卡的话，我怀疑都袂赴啊，你讲是交了嘞。无甲你交了着就好啦。啊，你这为美国转来台湾。恁公司应该就无用的吼。啊，无用哪会啊？啊，你甲胡医师是咧创啥哈？哪有用通我靠啊？我要去山顶耍呢。是啦，啊三太哦，叫我们去山顶待几工啊。安尼真好啊！啊是讲即摆吼，迄山顶较凉凉，迄衫吼还穿较少的吼，身体吼啊较注意呢哈。郑群。你是不是人无爽快啊？我听你的声，哪会感觉无啥气力？啊，搁在扫的。对啊，你在扫啊？啊，有发烧无？啊，有啥症状？啊，你啊紧甲我讲啊，我看医生啊。我来判断哦，你是不是爱居家隔离啊？多谢你的关心啦。啊，我人只是有淡薄无爽快尔，需要干嘛？需要干嘛？你免烦恼啦。哇，我真正无。哎，郑群啊，你使性地乌白揢物件着无啊？郑群，喂，郑群，你有听着无？罗先生，罗先生，赶快通知医生，723号病房的患者昏迷了，需要急救。好。郑群，那也需要急救。司机，你紧回头，我要倒去台北。不然歹势啦，总统有交代吼，爱直接送你去山顶啊，可能无得载你回去呢。我有这重要代志要赶回去处理，你紧载我回去啊！无你是吵人无听的心，有人需要急救啦，你紧带我去病院，有听无？你是在创啥？你紧回头！不然歹势啦，请你莫搞为难我。你。哦，你实在你，哎，回家吧，回家，放了，哎，放下，不要打，你放下，打，如冰，如冰，你走，你走，如冰，如冰，我立马电话收起啦，你我杀。你不杀！啊！开你家！卢斌，开你家！卢斌，进来！开你家，快点！哎，狐狸，狐狸，哎，狐狸站住！哎，完了！哎，狐狸，哎，狐狸，哎呦，哎，狐狸在跟到位啦！啊，谢谢啊，下面让总台交代啦！啊！三太，这次我立即大功，你不要来奖励我。
你难得啦，做到一件代志啊！你讲你要爱啥？你真久无来我的房间困啊嘞！你最近操烦这么多代志，一定真忝吼！你好啊，好啊，替你掠灵啊！唉，最近啦，确实有淡薄忝啦。喂，啥？如萍走回来台北？书记，啊，有找到吴林吧？啊，伊讲答应要甲郑群做骨髓比对。我根本就无看到杨夫人，杨三太一直无甲我讲杨夫人到底伫咧倒。罗俊，今晚要安怎？你敢有甲讲郑群要做迄个骨髓移植，安那无性命危险呢？有，我当然嘛有讲。要唔讲杨三太讲一大堆理由来拒绝我，伊可能是惊邱如萍甲郑群相认啦。这杨三太有够自私的，今晚郑群啊，等你死死的关头啊！伊敢若想要我马正群甲杨夫人是亲事不要紧的代志。其实我无迄个出家骂杨三太啊，我甲伊同款啊。我惊讲正群若是认了邱如萍，就变另外一个妈妈，所以无论安怎，伊就是唔肯甲我斗相共。罗俊，我安尼做。敢会害到咱囝？我是不是会好地公被处罚啦？好啦，你较冷静啦。杨夫人咧雄雄离开啊，一定是杨三太安排的。伊的目的就是我要让杨夫人救郑群。啊，不过伊哪有可能事先知影我要去找邱如萍啊？我想应该是进前江慧君来家的时阵听到声，早登去甲杨三来讲，现在甲杨夫人上早。现在邱如萍是我最后希望了，那你要怎么罗俊，你赶快打电话给陈公看看，看陈公是不是能找到杨夫人。好啊，李外。总裁、总经理，杨氏集团的杨夫人跟几位老先生说急事要找您。杨夫人？敢不是张总？不是呢，他说他在哭。给你请一杯。嗯。罗总裁，罗总。季总。季总啊，怎么没回来呢？我原来你就是买这，我这个不吉祥哦，一定是想要骗所有人哦，你不是季总了对吧？嗯，别再提了，我要跟你阿姊讲，讲你这小弟吼无乖，我来讲。爸，伊是郑群的爸爸。嗯，对啦，我这个吼绝对不是唔对啦，你唔相信，手机啊摕出来，摕出来。嗯，我给你看，你看。哦，这，我给你看，这，你看，这个吼，这是少年的。志良啊，这个老的志良，你有看有成无？出成来了嘛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好啦，开始。嗯，歹势啦。嗯，阮即马无这个时间听你讲这有诶无诶啦。你唔相信啊？你唔相信？煞煞去，我无爱跟你讲，办单，我办单跟你讲。嗯。杨夫人，歹势啦，我有一件代志要请你跟我斗相共啊。根本是郑群的代志，我拄则有甲伊通电话啦，伊诶声听起来就虚。敢唔当，请你甲我讲，伊即摆人怎？是郑群的血癌复发，即摆急要做骨髓移植。我国内国外拢找过啊，拢找无适合的。所以是不是杨夫人，拜托你去做一下比对，无条你的骨髓会当甲郑群配对成功？杨夫人，歹势啦，之前我若是有做唔对的所在。这是你，你就要多多包涵。不过拜托你，一定要救阮囝。
我的骨髓若是有效，我绝对会到三工。啊，对，我拄则伫电话中，阁有听到什么需要急救，伊即摆人伫倒位啊？我带你去便宜啊。爸。嗯。要倒啦。去找郑群。哦，嗯。巨龙在家，练啊，先去处理啊。没事，练，走。如萍都没接电话，你敢不确定罗振群在这间病院啊？我问陈公义的电话。那你如萍应该到位了啦，一定要找到人啊！未当让如萍去做迄骨髓比对，那不一定发现伊跟罗振群的关系啊！我安尼啦，你过去边找啦，我过去边看到人哦，爱想把我感动啊，知无？好了。如萍，你哪会拢要接电话啊？我以为你出什么代志。我是来这看郑群啊，伊在咧急救啊。真是的哦，我是讲伊在咧急救，你人留伫这嘛无法度为做啥。可再讲啦，即卖外面的疫情这么严重，咱真正无适合伫病院里出出进进啦。行，我送你转去啦。哎，唔过，对啦对啦，尤其哦是副医师啦，伊有血安尼，万一哦若去互传染着。真有可能去替你救护站呢，行，我带你转去。爸，你干嘛在创啊？你闹钟伤过吵，关掉。哎，爸，伊是慧君，不是闹钟。行行，我送你转去啊。唔免，我唔惊哦。我有只口罩来。我有抱伊出去只，病毒拢唔惊，你看。如萍啊！竟然你爸带回去，万一真有去坏到迄真严重呢？政府唔想拢在搞，病医尽量卖来了，你拢无在听。不过我，不管安怎讲哦，踮厝内底较安全啦。行，我带你回去啦。吴总裁，吴总裁，阿总，是你啊？阮阵前即摆需要搁较济人，还要做骨髓比对，所以刚当完隔一段时间。我无去抽一下血。对啊，三太，你哪会知我伫遮？是小赖甲我讲的啦。伊就讲啊，你甲郑群伫咧通电话啦。啊，你的身体啊，这么啊虚啦，伫这个时机来病院，真正无适合。所以，阮就成功叫这郑群伫这间病院啦。也毋过，三太，郑群今嘛血癌复发，我想要来关心伊，还佮有佮伊做骨髓比对。那是比对成功啊！我愿意管好伊。哎，如萍啊，你嘛知家己身体无好啊，啊？这万一这过程若是有啥物意外，你着让我先去试看卖啊。杨总裁，我是郑群的妈妈，我无可能目睭金金看伊安尼就死去。就算是千分人，骨髓比对成功几率只有千分之二，我嘛爱试。给这个机会，给这个希望。真遗憾啊，我阮某甲郑群的骨髓无符合，所以阮才找寡济亲戚朋友来比对。啊，恁两个甲郑群拢无符合啊，如萍应该嘛无可能啊。而且我这个阿姊哦，自从因查某囝过身以后哦，身体是一天比一天较烂的，所以哦，所以我一定要去抽血做比对。我嘛要去哦。恁两个看啥？恁两个拢对我来。我就不来。哈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敢那有淡薄感冒，应该无啥适合吧。杨总裁，我看会出来啦，你甲江总经理哦，无啥意愿做这件代志，我嘛袂勉强啊。那有啦。啊，我这个人哦，上有爱心啊！大概若看到迄捐血车哦，我拢去捐血呢。啊，佮我会捐钱哦，去做一寡爱心啊。既然安尼，慧君，我等一下咱就做伙去抽血啊。啊，好啊，三太，你咧？我。吴总裁，你若愿意给阮机会，我真感谢你。那以后，阮红藤甲你杨氏集团，就真正变一家人了。是啦，是啦，这嘛是做好代志啊。
对对对，安尼真好真好。虽然恁两个吼是假好心，但是讲起来嘛是算是好心是一种啦吼。恁即摆来救志龙，行，我紧。来，爸，这样，我行行行行。哦，你讲的是新鲜鱼货六小时宅配服务哦，无唔对啦，这是温阳市物流甲天星平台合作业务。好啊，啊贵公司哦，若愿意甲我合作，我当然真愿意替恁服务啊。啊，敢袂当互我先了解一下恁的业务性质啊？嗯。日本高级水果，嗯，啊不然呢啦，明天啊我找一个时间去恁公司拜访，啊咱再来讨论看要安怎合作。啊，这礼拜，歹势呢，我时间拢排满啊。嗯，无后礼拜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好，就安尼。啊，哇，哇，思思啊，我看你安尼真正有欠着。这种忝哦，嘛是一种幸福啊！这代表我的能力有让人肯定。客户，你再一定打电话找我。有影有影有影！你虽然讲哦，有咧少年咧作乱哦，不过这江山已经拍落来，你代表你这个业务经理哦，对起公司啊啦。是啊，要不讲哦，也袂当输过轻松啊，每一件生意哦，拢较谨慎的。嗯，有有有有有，你个办事哦，爱小心无事本哦。拿这个加油版的那个福袋兑换券啊，思思啊，那你敢真正要搞加油？哎，刚你妈妈讲的，讲什么支持你甲搞哦，那是你讲气话啦，你莫甲插啦。搁安那讲哦，加油是阿婆啊，亲亲爸爸的，对不？你若真正甲搞落，那以后是害囡仔，你爸母之间安尼为难。爸。我不是真正哦，要靠刘家耀啦。只是讲，刘家耀想要靠福袋赚钱，啊，不过因为伊一时的小贪，害妈出车祸嘞，啊，搁害你丢爸受伤，啊，即马厝边隔壁对伊袂谅解，甚至即马天星搁要告伊侵权赔偿，我只是想要回一个警告。哎，我讲白哦，迄家耀嘛真正有够凄惨的。即马上可怜就是秋红妈妈。听讲伊即摆为着伊哦，得替伊死过早葬啊，甲人当头回死嘞。你也看，啊为着这样的代志啊，搁啊手啊搁安尼规个叫拖拖落。所以我即摆想想的哦，刘家耀嘛得到报应，我甲杨阿婆的缘分虽然结束啊，但不过我真正无希望看到伊凄惨落魄。唉，这个代志哦，就到这为止啊，我袂去告伊。要，哦，你安尼做，我爸爸上欢喜啊！那以后咱两家吼，就别因为安尼吼，还搞成去拍牌，对不？爸，你找我是什么代志啊？那无得运输部的办公室的指挥派车。那公司的电脑连线出问题啊！啊，今摆咧回拢调调啊，哦，规个乱糟糟，我惊代志吼愈来愈大条，到时也袂收煞，我们才紧过来才开会啊，看要安怎解决。开会，啊！你哪会第一只跟我开讲开遐尼久啊？阿叔唔知，诶，资讯部讲什么哦？讲什么等因内部开一下会，啊，叫我等半点钟，我唔知会坐来你家讲啊，来甲你看一下。无啊，我心肝内嘛是急急，我越急咧。袂用诶，电脑出问题真严重。爸，我即摆对你来了解一下状况诶。好，紧紧。我头拄好听曾经理讲，咱公司电脑出问题。安尼是严重啊，影响到咱公司物流运作。咱即马就请运输部门的主管曾主任替咱说明这件代志。其实我接主任这个位了，咱公司的电脑已经发生过一两摆迄电脑宕机的问题啊。啊，咱资讯部冇来，冇派人来检查过，啊，讲是电脑程式伤旧啊，啊，冇维修过啊。啊，我这礼拜问题搁较严重，你若无赶紧处理哦，迄唔来增加咱司机迄送货时间。公司嘛，因为安尼增加不必要营运成本。这件代志听起来已经是大时间啦。那连资讯部门的人，奈何解决这个代志？
阮已经在想办法找专业的人来修改程式。得爱找专业的人，哪里资讯不为王家不够专业，连公司的程式都没得改管，哪里被资讯播送啊？总经理，因为原始程式码的设计者已经没走啊，若是要紧，就要找高手。小姐，现在已经没够时间了，假如若找到好的人，我怕公司的商业机密会泄露，所以也是把之前的那个工程师找回来。安娜，你都没有他的人？当初设计的人是刘佳瑶。真不简单，佳瑶跟思思，我们这个事情才变成了，不用让刘佳瑶过任何的牵连。我看是找好的专家也比较好了。总经理，站在解决问题的立场，这个城市本来就是刘佳瑶设计，找伊解决应该会较紧。而且我相信总经理过去对伊的栽培，伊应该愿意斗相共。我赞成郑思思所讲的。想不到这个时阵，恁两个意见是同款的。拢是为着公司好，就参像总经理所讲的，假使讲咱若找外口的人来，那呢会惊泄露机密，会当心灵。所以我认为找刘佳瑶来是上适合的。惊是惊佳瑶欠哦，伊嘛做袂来。为什么啊？啊，佳瑶因为被附带代志，叫天星平台够侵权啊！伊即摆面对官司，伊哪有迄个心情？文珍真无简单，才对佳瑶死心。若是搁互伊转来，唔知文珍哦，搁会做出什么无理智的代志？这个代志哦，我考虑一下。资讯部部门的人在加班处理这个代志，一直到代志处理了为止。是。文正，在业务方面你比较有经验，你即马就去资讯部，甲工程师研究一下，看这代志哦，要怎暂时配合业务部。是。好啦，来回忆哦，到这为止啦。啊，郑经理甲郑主任先留落来。其他的人先去保养。主任，啊，你看下这忝嘞，辛苦你啊！你放心啦，这个代志哦，我会赶紧解决的。我欠无紧啦，迄是迄司机吼，伊较可怜啦。伊迄货若送唔对伊吼，遐客户根本就唔爱插你讲你到底出问题，侬嘛直接找遐司机出气。爸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吩咐个业务部的同事哦，把前置作业做好，把客户的订单资料对好，再给你确定一遍，较免让司机安尼白走一撮。哦，啊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无啊，我是爱足烦恼遐个司机吼，迄货拢送袂完的，啊，我阁惊讲啊，迄时间内，迄货啊无准时送到位，啊，迄是足麻烦的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医生讲哦，你血糖较悬，你得莫受疼，受过操劳啊，哈。嗯，我知我知。啊，你个药我刚早伫个身躯边，啊，我替你准备个饼嘞。无啊，饼我拢有炸啊，你看，我几个包啊，我拢有炸，遮嘛有啊，嘛。思思啊。啊，你连这零食你拢准备好？是啊，以前我欢呼，爱我替阮爸做血糖管理。阮爸安尼无闲起来，三顿拢无准时食。以前就有讲啊，早暗两顿，佮加上三遍零食，会比要求食三顿佮较简单啦。是讲哦，你来剩遐济啊，你拢无食？哦，我即摆随食，我即摆随食。而且遐零食管会死，遐会死个讲分机。好，紧食。不管是做人老爸，
事实到即马嘛是搞当作是总经理，唔知啥物时阵哦，这样参详会关心伊永别，安尼来关心我。喂，啥物代志？哦，好，我水鬼。有客哦，别来拜访，我先倒办公室。爸感觉会出来啊！迄总经理的心内哦，迄有淡薄仔虚伪，你知哦？敢讲你到今嘛，感觉无啥物钱做爸爸？迄国卡那讲伊嘛是你的亲生老爸呢，对不？你若将心比心，那囡仔换做我哦，我咧，逐天甲家己的查某囝咧见面，对不？啊，借当公事公办，啊，连一声叫爸爸拢无，我咧心内底嘛足郁卒的。你若讲哦，因为我的关系，你见我艰苦。哎，你真正加想的啦！恁爸爸心内底足清楚的啦，就算讲你甲伊相认哦，恁嘛袂改变讲咱是爸仔囝的关系啊，对无？而且爸爸讲真的，我想的是哦，有加济个人啊，你会当甲你疼惜、甲你照顾，我顶多欢喜的。爸，我知你为我好啦，我嘛感谢你遐尔体谅我。搞这种代志就是半途勉强的，我若是想到我妈妈还佫有明月，啊，这件代志甲。总经理就无关系，也毋是伊毋对啊，对无？伊嘛无辜的啊，这你袂当怪伊啦。知影，不过我就是还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就够衰，咱两个哦，无定去抽血做检验。别个念嘛，敢会用的？我头壳拢晕啊！你的头晕哦，是因为抽血啦。这抽一挂血，然后头晕。那到时阵验出来是你爱管迄骨髓哦，罗振群哦，啊，你们两卡混呢？我甲这个囡仔无血缘的关系啦，那有可能是我啦。那是我就不爱管。为着伊哦，我拢委屈做死伊安尼，我管骨髓互伊好心，我就无只讲咧。万一哦，那到时候验出来是乳贫，还管那骨髓哦，侯爷，这哇，你赶快卡要冲啥？抽血啦，我头晕卡未在。三太，你那是头晕，紧坐落，卖去卡了。好，无代志啊。感谢恁三位啊，我有两好心来才抽血做骨髓比对，多谢。唔通阿要讲啦，是讲啊，洪腾甲杨氏集团有遮尼密切的合作关系，是应该互相帮忙、互相扶持啦。哎，对啦，迄郑群哦，跟我好心年纪差不多，大概若看到伊哦，别说敢若看到我好心赶快，知影即马咧甲死神拔河哦，我嘛真唔甘啦。拔河？哦，我真久无上，我要参加，我即马咧甲上比，巫婆，你今麦吼做手啊，我抽看卖，来一、两、三，嘿咻，一、两、三，嘿咻，嘿咻。我为什么这个就都抽血就疼的啦？抽血哦，抽血。哎，如萍，我嘛要抽血，我要管到质量的，那坏巫婆的血了，应该管，其他我袂用个管的。爸，是正区，唔是质量啦。啊，医生都只讲你有血啊。我是下做骨髓捐赠，我哪有血啊？我今麦做来的，你看嘛，金龙山嘿咻，金龙山嘿咻，金龙山嘿咻，我明天叫你爸爸管得好啦，嘿咻，嘿咻，嘿咻。龙总裁，我总，请问郑群今麦人安怎？经过急救，今麦状况较稳定啊，多谢你关心。啊，请问？即马郑群是不是一定要做骨髓捐赠，才会当救伊啊？是啊，所以我甲所有熟识朋友出来家做比对，做些抱咧希望嘛。有定内底有一个是会救命稳的。